容易吧？像我们两个女生做的动作，像动作替身王致敬。女生的替身很少见到，一定痛啊！我哋又系哇嚟噶嘛，很厉害的呀，拜托！想到他们男朋友要小心一点。一般拍动作片呢，很少看到 女生的动作演员，因为通常都找男生比较瘦一点的去替女生，可能那个抗击打跟那个所有的肌力跟那个动作都会比较利落，所以女生的替身很少见到，训练下一代的那个动作演员。试下打阿Man，佢一定痛啊！我哋又系呢啲嚟噶嘛，呢啲力。很厉害的呀，拜托！想到他们男朋友要小心一点，他不乖就会被。不容易吧？像我们两个女生做的动作，像动作替身王致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